和尚，而不是当皇上。她妈妈非常漂亮，头发很长，眼睛很亮，和我妈妈一样善良。少说多想最重要还要善良，我今天告诉你希望你也可以出气息变得天天向上。也是你妈妈的情愿她没有教你，但大姐骂你骂都不敢还用摆脱拍你，也是你妈妈的气质她也不是故意。嘿、hey, 我不管你，我当你是兄弟。 Everything is gonna be okay。 来来来，老师疼你啊。就站在你帽子里被你摸摸看，头脑两边一边一个可以听到我说话的那个叫做耳朵，说话叫做 big， 那说就是 rabbit， 不经过思考不懂装懂，为了我做的目的不遵守这些不可理喻，请你给我 shut up， 不要贪图利益没义气，不要跟风飘在墙头见风就说雨，不要怕不要急，通过你自己的努力为你自己争气。用来思想，耳朵听讲，听懂这些以后再听 BiBi 歌唱。把头脑用来思想，耳朵听讲，听懂这些以后再来听我歌唱。我今天教你的，你不要忘记了。鼻子下面的那个不是只是用来说，今天教过的，你一定学会了。知道就是知道。尊重领导，学会服气，学会服气大佬，服气大佬。就像 BiBi 煎的饼干不吉利，最起码撒个娇。BiBi 煎的小课老师，但是自己写歌写的，不是很好。BiBi 煎的心，我给个 sweet smile。BiBi 打针被护士骚扰，做起蓉蓉姐姐见义勇为，那个拥抱，蓉蓉姐姐真好，不然皮皮不薄。啊、跑题了，哦，拍谁拍谁，我接着说哈。饼干是我领导，有时叫我小小，最爱喝酸奶，最爱吃煲仔，最爱打饱了然后抬起头再憨憨一笑。比较疼我，不会骂我，不会逼我学习怎么对他们说。我最怕这个了，嗯。哦，对了对了，今天说的不是这个，是教你们的。等我歇一下就继续啊。